巴西狼啊，十十个啊，还一群猫啊，那这是惯的，这是最惯的。屋里那边就安尼进步啊，呀，对不对？小姐叫你啊？这下面差别好叫这里。他们有卖那个经济饭了吗？然后说，你不是过来这边仔细跟我们做环保了？他说，好好好，等一下我没有做生意了，我就过来。以后他就过来了，做到现在了。就是这份对朋友的承诺，罗氏者一退休就加入慈济环保行列，一做已经四年，每天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充实。这我们老张好，其实我们好老人啊。为老人想老了我想挽回先了，只不过他就随个他讲话，然后把这些物件都丢了啦。然后讲这啥第二的家啦，像养像宝了，就是回来。那还真爱，嗯，那老弟。爱做环保的罗氏者，退休生活其实一刻都不得闲，每天早上必须照顾生病的丈夫，还得料理家务，但她总会找到时间做回收，更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亲近在源头。一丢啦，一丢地丢，都得当下格，得当下格，都会上巴汤，嘛是真济上巴。这是我的师兄去入境去行时，捡回来的。地方环境也比较清洁，也比较卫生，所以我们能够有时间捡，我们也帮忙捡。去年槟城水患，罗氏者也是受灾乡亲之一。灾后，他仍然保留能用的家具，只为了减少再次制造垃圾的机会。用到回一阵，未真正未用了咧，人家过来拍算了啦，救地球，地球清气，让人们健康咯。从门外汉到生活无处不环保，罗氏者退休后的环保生活别具意义。大爱新闻魏丽柔、李佳莹，马来西亚报道。